说起恩威尔，熟悉电脑硬件的小伙伴一定是对它的大名并不陌生。作为戴尔旗下的高端子品牌，它的存在正如宾利之于大众，劳斯莱斯之于宝马。无论是在笔记本行业还是在品牌整机行业，恩威尔就代表着顶级的配置、高端的做工，更多的是昂贵的价格。虽然啊，这些年来无论是笔记本产品还是桌面端产品，各个品牌都在向轻量化、一体化这个方向进发，安乐威尔也是如此。但这样子的安乐威尔也被不少忠实玩家称作是丢失了灵魂的外星人。那在这群老玩家眼里，究竟是怎样的产品才算是真正的外星人呢？今天二金就带大家来见识见识。现在放在二金身后的就是二金花了整整4800大洋淘到的 Alienware Aria 51ALX， 老玩家口中的大龙脊，这家伙足足有44公斤重，被快递小哥送到家的时候呢，快递员都已经震惊了，连连询问二金这层层包裹之下究竟为何物，最终快递费就花掉二金220元钱。第一次见到他，二金也是不得不感叹啊，这外星人的灵魂有没有趣暂且是不知道的，但的确有一颗沉重的心。二金这次购买的算是 Aria 51的准系统机器，要知道这台机器初始发售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当时最强的配置还是初代酷睿处理器，搭配的则是 X58 平台， CPU 为 i7980X， 没错啊，就是那颗被不少奸商宣称为九代 i7 的 CPU， 属实良心。由于年代久远啊，所有里面的硬件大部分早已被拆卸掉，唯一留下的就是里面这颗高寿10岁多的原装电源了。为什么会留下它呢？之后会跟大家讲解到。这台 Aria 51机箱虽然售价如此昂贵，但其实它并不是原装配置。为什么二金会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当年的 Aria 51分为两个配色，一个为纯黑，另一个为纯银。而当年的 Alienware 做工精细程度达到了，即使是侧板的内部也依旧会采用外部喷涂的配色。而我手上的这一台，明显两块侧板内部喷涂的颜色是不同的啊，真是让我觉得有些哭笑不得了啊。那为什么这台机箱如今卖得这么贵呢？除了信仰以外的原因，二军觉得更多的还是因为它顶部这一片片液压龙脊以及前面的这块电动升降面板，所幸呢这两块部分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个价格也是二军能够接受的。那既然二金想要让这一片片龙脊重新复活，那自然也是要为它挑选一套配置了。但二金也不想让它变得太陈旧，正好我手上有一颗闲置的上代线程撕裂者 2950X，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们给它利用起来。到了内存与显卡的选择上，二金始终踌躇不定啊，总觉得最近的节目中缺乏一种名为白嫖的气质，这世界如此美妙，我却没有白嫖，这样不好不好。所幸萌创及时寄来了4根3600C18单条32GB的海盗船复仇者内存，单根限时9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萌创微信官方店铺来购买。至于显卡，他们也一同寄来了 EVGA RTX 2080 Super Black， 要是在3080Ti发售之后这张显卡坏掉了，根据他们的政策还能继续白嫖到一张新的同等级显卡，连环白嫖有那味儿了。这一下子呢，我的大龙机就拥有了128GB 的内存与2080 Super 这样级别的显卡，顿时机箱内部感觉就丰满起来了。而到了散热这里呢，二金就有一些纠结了。起初是直接想给我的 2950X 来搭配360冷排，但拆卸下机箱顶部的冷排支架后，我们才发现这长度根本就不够，没有办法呢，只好使用我的九州风神堡垒 EX240 水冷，希望它能够保护好我的 2950X。 至于硬盘方面，除了前面的西数 SN750 固态硬盘以外呢，机箱背后自带了6个硬盘支架，也不能浪费。虽然这块主板上只有4个 SATA 接口，但我们也尽力的为它安装了3块机械硬盘，最后我还单独购买了一块无线网卡，让这台老主机也跟上时代的步伐。上述的硬件啊，只是机箱内部的常见性能硬件。Aria 51如此庞大的机身内，自然不是只有这些硬件来工作就能支持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控制整个机箱上的龙脊、灯光以及风扇这些部件，在机箱的底部还用一块自带的主控板，而这块主控需要10pin的供电，这也是二金暂时没有去更换原装电源的主要原因，之后我们会考虑到更换电源并且搭配模组线。
机箱侧面总共拥有四条模改灯带，为了给这四条灯带供电呢，我也单独安装了一块华硕的灯控板，毕竟五幅三针肯定不是那个年代的产物。而前面板背后二金也选择了一块 N 节的机箱状态显示面板，只可惜呢，目前温控部件还是处于待修理的状态，至少拿来充充面子还是不错的。最后为了给前置 USB 华硕灯板、 N 节面板以及自带的主控板连接主板，二金还在内部放置了一个 USB 拓展坞，虽然呢是不太美观，但只要拿显卡风道挡板一遮，哎，这样大家就看不见了，这就是理线最高的境界，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安装好所有部件，下面就让我们来开机试一试。正好机箱内也安装好了无线网卡，通过蓝牙我们连接一套略带复古风的洛菲原点机械键盘与鼠标，还是蛮骚气的，确实有一点老打字机的味道了，小资北民们应该还是蛮喜欢的。进入系统后，在 Alienware Command Center 中，我们也能看到没有被魔改过的前面板灯以及 logo 灯都可以被正常控制，而龙脊也可以被我们随心所欲的控制。是略带延迟的随心所欲的控制。而 Area 51不像小龙脊 R4 那样啊，采用的是机械式龙脊结构，而是整套的液压机构，在开启或关闭的时候总是安静无声，确实炫酷。不过二金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龙脊忽上忽下反复进行开合，变得像真正的龙鳞一样，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希望可以告知二金。至于前面板嘛，电动起来也真的是解压，感觉让人可以玩一整天。既然成功点亮，那我们也就简单的给这台机器跑几项测试，看一看这里面的性能究竟如何。专业测试这里无论是 R15520 还是 Very， 毕竟是现成撕裂者嘛，就算它是上一代的产物，好歹也能达到跟 3950X 一样的核心规格，单核跑分跟不上时代，多核跑分还是可以欺负欺负隔壁小朋友的。在 Blender 的实际渲染当中也能取得2分08的好成绩，而达芬奇 B-roll 读取里面呢 8K 剪辑还是比较困难了，但是 6K50帧的情况下，这一套配置还是能够勉强应付的，在 X264FHD 里面也能取得57帧的好成绩。到了游戏测试当中呢， 2K 最高画质下，在 3A 大作《古墓丽影：暗影》与《孤岛惊魂：新曙光》当中，流畅游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到了《刺客信条：奥德赛》里面，帧数就会稍稍有一些下降，50多帧啊，也不是不能玩。像是《绝地求生》这样子的游戏呢，同样能够达到100帧左右这样子的水平，休闲玩玩是没有问题的。即使到了《骑马与砍杀2》的千人大混战当中，2950X 还是可以凭借自己多核心的优势，取得一个45到50帧左右的这样一个成绩。这样子的表现呢，无论是专业性能还是游戏性能，这台主机现在也算是老当益壮了。10年前的外星人主机即使被替换部件，放到今天，整个机箱内部设计啊有非常多人性化的设计，比如说打开机箱内部它会自动照明，甚至在机箱断电的状态下，你都可以通过安装电池的方式让它亮起来。内部无论是水冷部分、电源部分还是显卡风道挡板部分，都有合理的开合机构，方便你的拆装，这些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Alienware 的设计功力，自然这样子的产品值得拥有十足的信仰。在贴吧论坛中也不乏有自己给 Area 51更换水冷、制作 3D 打印配件，甚至把全机外观件拿到修车厂去上色烤漆。对于这样子的粉丝，二金也是同样佩服得不得了。当然这样子的旧机器也是有不少问题的，比如更换主板之后呢，需要单独配置开关机跳线以及 USB 数据线，里面所有的配件都有可能出问题。我呢就遇到过原装主控板失灵的情况，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觉得这些老机箱就像老车一样是拥有情怀的，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对这些老物件抱有深深的情感。希望二金这期简单的复活老主机的节目能够抛砖引玉，让那些更有技术的小伙伴也有机会想起曾经陪伴过自己的老伙伴，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亲自让他们复活。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二金所有小伙伴的收看。如果喜欢本期节目的话，请为二金点赞三连，或者推荐给你的小伙伴，安利给他。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订阅二金，打开你们的小铃铛，随时关注我们的更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同样这样子的信仰也拥有一众拥趸在
请二金点赞三连或者推荐给你的小伙伴。同时，这样子的信仰也拥有一众拥趸。蹲蹲蹲蹲蹲。